鬼子联军主力，目标直指军分区机关，上级决定下令转移，24小时之内立即完成。这转移的命令怎么这么突然？鬼子以十倍于我们的兵力，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。我们特务营的任务就是打阻击，掩护主力部队和老百姓转移。老张。 人手也不富，战法可当，对鬼子来说，我们则是一个难啃的硬骨头。陆天泽，给我顶住了！打！只有不怕死，才能够战胜敌人。 不想让你走，爷爷要去打仗，等打完了仗，爷爷来看你。营长，我的爷爷，谁能告诉我？